行政执行署、公益分署八月联合拍卖会将要伫八月一号举行。这次拍卖分林嘉义县市总共有63件不动产，其中上受到关注的是嘉义县中华路边的冤家路保龄球馆，因为拍卖土地位伫嘉北公路边，又搁临近82线东西向快速道路，交通非常的便利，发展性可期。嘉义分署表示，这次拍卖地价已经减到上低，内行的买家应该会伫拍卖动工积极的出手投标。行政执行署嘉义分署八月联合拍卖会将伫八月一号举行。本届拍卖分林嘉义县市总共63件不动产，其中上受到关注的是嘉义县中华路边啊嘉路保龄球馆，历经两届减价拍卖流标，即届阁减价4708万，包括土地上的建物6261平的土地。全部拍卖底价为1630600元。嘉义分署表示，八月一号嘉义县市不动产伫下晡2:30投标，3:00开标。本届拍卖介绍已经减到上低，若是有兴趣的民众，千万唔通错过。记者班嘉莹嘉义市采访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。好啊，今麦登革热做不一样的时阵，高峰期啊，咱要预防登革热，配保的4口诀：循道清刷。循道清刷。对，经常去循一下，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，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，好循循看，如果有的话，就把它倒水，因为有一点点水，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，哈，减少那个积水容器，哈，无必要的汤啊，咱尽量来运掉，哈，啊，再来恁刷洗，如果咱老积水的汤啊，咱来改刷洗一下，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，遇到水就爆发了，啊，咱大家身体较健康的，好。谢谢。哎，大哥你好，我是市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。哎，阿姨，咱起来就得咱咧采用啊。好，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，好，啊，因为呢就这多会管理，所以咱希望讲吼，你会当像安尼，哦，做一种较大桶的，那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。哦，啊，我做完收起来，你甲你包的就是用个6万的房啊发起来，好，安尼一种管理，较袂有生登革热的迄种的斑蚊安尼。阿辉的感觉环境好，好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好，好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登革热是由斑蚊传播的疾病，传播的速度会很快，请大家要特别注重环境的清洁。如果有废轮胎的地方要清除，否则应该打洞，避免积水。敏慧在这里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，最好每天落实循道清刷，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。登革热的防治，大家一起来。是登革热，一定要。